哎，朋友，我们这边现在小偷公司招人呢，怎么样，来不来？小偷公司？对呀，不去。哎哎，五险一金待遇特别好，包吃包住呢还。说，我们现在这边小偷公司招人了，你看你来不来？啊，小偷公司招人。哎，咱叫他们呢，就是咱一块儿就是怎么着呢？去，你那老头子先弄呢，掩护掩护就行。啊，行不行？ 试一试，试一下招那个笑话就去了。您这样也方便嘛，也简单。啊，行不行？大叔，我们这儿有这招人呢。招人？一个公司这底薪6000，福利特别多。在哪里的呢？招人？小偷公司。什么？小偷公司。小偷？啊，我能当小偷？ 就打个配合就行，就不用你动手去偷，打个配合就可以。弄不了。啊？弄不了，福利特别多。啊，不用。姐，耽误您一分钟吧，您说个事儿。咱们现在这边这个小偷公司招人呢，你看你来不来？试一下，报酬真的挺高。 试一下，行，别跟我说呢。这真的效果挺好的，就来钱特别快，来钱真的。我是干那的人吗？试一下。我不缺那2000。哎，姐，咱耽误您一分钟吧。干啥呢？就是我们这边现在小偷公司招人呢。啊。试一试，就是报酬可高了，真的。可高，没时间。 哎呀，反正今天就是就那么2个小时，就能搞定。哎，报酬可高了，真的。你别跟我说，真的。别跟我说，真的。对不起。哎呀，真的，今天没事，没时间，没时间啊。真的，真的，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一试。咱们这边试一下，给你培训一下。不培训，没时间，没时间，这娃怎么这样玩的，你们？哎，姐，啊，耽误您一分钟哈。啊。咱这边现在这个小偷公司招人呢，你赶紧来不来？啥呀？小偷公司。啊。怎么样？试一试，试一试。耶！报酬真的可高了，报酬。我知道，这。我们这边给您培训。不用。真的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不用。那咱们一会儿就一会儿一会儿。你别。一会儿，咱们试一下，咱们试。我要着急的，快快快！你找个年轻的，我老老的了。要不您留个电话，咱们一会儿联系。 公司招人，他福利特别多。我们这个公司，我干不了没有？你这样打架配合？干不了。啊？干不了。我干不了。福利特别高。高不高？我年纪大了，干不了了呢。不，这个和年纪没啥，不用你干什么，你就这样，打一下下手就行。我做办公室。小偷公司。啊？小。 哎呀，干不了，干不了。小东，你就直接配合我们一下就行。干不了。啊？干不了。福利特别高。干不了。底薪8000。不干。底薪就8000。干不了。你就直接配合我们一下，让你干干嘛，你就假装路人那些，就配合打一下配合。干不了。啊？干不了。小东公司福利特别高。干不高，我这就是我干不了那，那就是咱就不行。啊？不行，那这个。为啥？为什么？ 这二十道楼的都不低，都下了底就艰难了，你们。这没关系，干不了了。这没关系，这个干不了，干不了。福利特别的多，干不了的钱。啊，干不了。好，姐，咱现在咱们公司招人，赶紧就来一点，咱先捡，不是姐，咱真的捡，真的，你别急，别急，姐。